这个螺漂亮。哎呀，来了一条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我的小乖乖，嗯，来呀、啊，来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？来了一条海蛇，好久不见了，甚是想念。我的个去！我最怕就是抓到这种东西，没有戴那个手套。那手去抓的话很活、啊、哎呀，喜欢抓又特别特别讨厌这种东西，哎呀，太活了，然后又被怕它那个把我咬到，不带了，又给大家安排上了，哎呀，又来一条，哇塞，今天这个鱼怎么这么多？又来一条，又来一条小可爱。来一条，这条是什么东西呢？嗯，来，笑一下吧，娃娃鱼。啊，上菜。然后大家别着急啊，慢慢看，我呢慢慢找，是不是？赶海的话，这看赶的话需要一点那个，哎呦，家人们，刚刚那一条叫猫鲨，也有人叫那个狗鲨，不认识的小老弟呢，跟这边跟大家呢科普一下，是不是？然后大家别着急，慢慢看。哎呀，又来一个。哇塞，今天你看喷水了，哇，这个终于给面子了，哇塞，哎呀，你看它在喷水，嗯，把你收了吧，不要太调皮好不好？这个气，这种面包蟹特别特别的可爱，你看，就像一个元宝一样，张牙舞爪的。这是这个骂煞情况，哎呀，又来一个，哇、哦，小可爱，这个也把它收了吧。哎呀，哇塞，这个也特别特别的大。
了个气，这小调皮是准备要咬我了。盘海货是不是？我的天！有些东西呢，它都是习惯性的搁浅在这边，然后躲在那个沙滩里面。然后我现在要慢慢找。来了条歪歪鱼。今天目前上货第一条，来家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叫什么东西的？我的个去！哎呀，你看，好漂亮的一条鱼！哎呀，哇，你看，背上还长了一个长长的那个刺。家们有没有知道这个叫什么鱼的？来，知道能不能把它扣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哎呀！上菜上菜，家人们，刚刚那条叫剥皮鱼哦。你看，这边又来一个小网红蟹。今天的这个石头蟹还是蛮多的，各种各样的品种都是不一样。哎呀，这个是个杨过吗？独臂虾。心急呢，吃不了热豆腐。嗯，娃娃鱼是不是啊？小老弟慢慢找呗。我的个去，这不是来了一条吗？家人们看到没有啊？哎呀，哇，今天是哪一期哥姐给我带的运气啊？你看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能不能那个直接破个10万？哎呀，哇，又来一条娃娃鱼，这不就站起来了吗？哇，彪的火，又来一个，这种螺在我们这边是贼贵的，上菜，然后大家别着急，我的个去，这边又躲了一只。哎呀，哎呀，这种螃蟹的，它的肉不是很多，但是它的膏特别特别的多，家人们，这种螃蟹，这个也是刚刚架崩掉了，这个是可以收的。哎呀，我的个去，又来一个小可爱。今天是啥情况啊？小老弟这边的小蛋蛋怎么看不到？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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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来上个彩鱼呗，来，不玩你了，咱们把你收了呗。哎呀，又来一个，家们，刚刚那个叫河豚，哇，这个猪猪螺特别特别的漂亮。哎呀，又来一条。
你看，咱们这种小的，咱们就把它晃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支持晃的，扣波六六六，行不行？嗯，哇塞，来个千手螺壳，漂亮。这个螺壳可以收回家。这个螺壳在我们这边一个呢，值个七八米，比较漂亮，或能值个十米啊。哇，你看，其实小老弟刚才最喜欢捡的就是这种猪仔螺啊、千手螺啊。